我妈和老婶上街赶集去了，他们他俩大包小包的。那是啥呀？海绵。海绵，买这玩意干啥呀？留俩钱。来，我妈整回来一袋米。走吧，你俩抬着。我爸没在家，不知道干啥去，把这面子抬下午去。放哪？搁这顶上。我买了一包一包的都倒腾出来，买点菜。得亏我没买蒜苔啥的吗？我买了一兜青菜，待会儿晚上吃火锅吧。地那兜子都打开，省着再捂烂了。我买点小毛虫、干酱。小毛虫。这回没买啥，我就买大生菜，买大苦菊。那兜啥呀？那兜呢？那兜没有啥，买点橘子。我买上柚，他买橙子，也是买的。我买这点40块钱，我也买了，我买70的，肉15一斤了，现在便宜了。这都是啥玩意儿？没得吃吧？你不爱吃火锅吗？行啊，他们说到时候有雪，吃点火锅这天。嗯。还买点豆角、胡萝卜。这个吃火锅用啊，这个。嗯，愿意吃穿过底儿，哪天就再整点儿吧，在家里备着呗。这时候非常时期，多备点菜、水果啥的。嗯，多备点。这我买两样瓜子儿，这个嗑吧，买这么多呢，嗑没再买，我买两样。这底下还有南瓜子。吃啥吃啥，这是现炒的，还热乎呢。这个，可香了。我和我妈俩买肉买葱了。买虫了，嗯，虫吧，多储存点儿。这一兜一兜都装。又皮搁一边，过两天上冻我就给它拿出去了。一抽屉肉，连肥带瘦的，下吧，满了，够吃一阵儿。冻上，这都是啊。嗯，那都是，都猜个吧。是谁的呀？这是。人家他们说，嗯，说买个给老弟上面买个拆快递那小刀，那玩意儿3-5块钱一个，就买一个吧。嗯，行。哦，我看这是啥啊？这是我的小帽，妈，你戴看好不好看？你戴好看给你。这啥？像个牛斗。像啥？像牛斗子。像什么斗子？好看吗？我戴的。挺好看，不比你那围巾好看呢。松子儿。这是妈的最爱松子儿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好像是杯子吧？要不我买水杯。这是我儿子水杯，这我不能给你用。不行，他那个使坏了。啥玩意儿？一个小小子买这么那娘的水杯，这多可爱呀！搁窗台上。你就给你儿拿个大茶缸子，谁上学背茶缸子呀？都班里喝水。那也不能搁茶缸子呀，人都自己带那个温水。你上学你怎么不拿茶缸子呢？我搁高中要天天使茶缸子。你那不高中啊？我们不是小学生吗？酱八宝，酱八宝啊！妈，你咸的爱吃咸的到了，搁冰箱里头。嗯，还有粘火烧，粘火烧啥？嗯，粘火烧、酱八宝啊，嗯，粘的烧。啊，哎，你的棉裤到了，我给你买棉裤，一会儿试试啊。等会儿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是那啥子是吧？你不要黑色的冲锋衣吗？我给你安排了，你快试试。试这色。你先试呗，妈，妈给你整个紫色的，有白的，还要穿黑。你到底喜欢黑的还是白的？黑不白好看吗？好，黑的好看。不是，都说黑的显瘦。黑的不白好看。这个码是怎么？这个装袋码小啊。嗯，这个是小码吗？你穿着 S 码。这个装袋码小。这色你得意不？好好，这色。
不是我穿黑不好看，姐。好看。啊？这才好看，姐。黑多帅呀，都精神了。行，两面穿的。行不行吗？这个。行，这才好。爸，你试试黑的。黑的不适合搞。你看爸穿黑的呢。爸穿黑也中。是不是啊？对，白的主要就是显胖。白的也不显胖，白的也精神呢。行，这色儿爸穿也行。你穿爸，你穿黑的吧，让我老弟穿那白的。那你先哪个色儿吧？我哪个行？那行吧，你们爷俩定吧，反正你俩穿一个码。你就穿白的得了，白的显有活力，你得有活力。本来你说你，我年轻人我穿黑的行。哦。我一看着这玩意儿，我心里得了。为啥得了？你跟我犟吗？后来我问客服了，客服说就是一个东西，一个是俩。替你问客服。你真知足啊！真的，我就问客服了，我给你看截图。那你一会儿你打开，这个是牛乳千层吐司，这里边是俩。这个你看，你打开几个？这要撕坏了，没事了。你不跟我俩犟吗？你看这个牛乳吐司里边几个？不是，这里边是六小包。上回你看过来，我跟你犟不是这个事儿，我跟你犟的是这一个是一盒是两盒的事儿，跟你犟不是说他俩是不是一个东西的事儿。以后不用来犟啊。我尝尝一个。嗯。这一边一个里边六个是吧？嗯。我不信你爱吃吗？特意给你买的。拉倒去吧。拉倒。这里啥呀？不知道，你打开不就知道了吗？这跟拆盲盒一天多欢乐呀，是吧？啊，什么玩意儿？爪，你不能吃辣的，我特意给你整的微辣，酸辣。儿子，来视频姐给你买条棉裤到。等会儿，当着吧。是合适不？省得我脱了穿试试。行，我就穿着点儿，穿着就好了。这也不瘦了，弟，这是那个膝盖的地方加鹅绒的，妈总怕你冷，天可像人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这嘎是勒的。不勒。你买个水果拿五行，你俩去吃去吧。对，都理你。上东屋，你俩上东屋，燕姐上新屋躺一会儿，她叫声睡会儿觉。对，你俩上东屋。村里边来起水费来了，就是我们家春天到秋天的自来水钱。来吧，来。小黑又来了，在这瞅。吃一夏天的自来水14块钱，给了你来起来了就给你。这么便宜啊？嗯呐。我老弟说要尝尝这个凤爪，这一袋挺多的吧？这多不？这小罐的。你给我整个面包呗，老弟，我也饿了。我刚才吃剩的呢，给你。你吃剩下的给我。正好你吃。俺俩的午餐了，这就是。